很棒很棒，我觉得他们非常用心，而且很干净。宪哥，人家是问昆达，人家是问昆达。Hello， 昆达，昆达在玩很大也没有什么话，都是我在替他讲的。来，然后有我们考虑，就是说他戏比较不忙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怀孕。对对，我们就考虑要怀孕。没有人问这个啦。谁要怀孕？不是问这个啦。不是问老婆的，问你啦，问你。我们要怀孕。问你，就是昨天也吃到，也是觉得，就是因为我本身不太吃辣，但是这个麻真的非常的够味。然后今天真的是要非常来挺一下静姐，她除了开店之外，她接下来也要发单曲。谢谢你帮我宣传，对，一定要一定要，很棒啊，好吗？拜。对，百发百中。啊，这个。生小孩就不是打靶，生小孩是散弹枪。散弹枪。要维持频率，对不对？比如拜托家宴呢，拜托那正妹在那个厨房走来走去，你就冲过去扑倒。你们现在来柜上，对啊，你们现在家里只有你们两个了，对不对？他当时已经穿着单薄嘛。其实那个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，那时候他应该还没有就是征兆，对。然后我昨天也有回顾了一下那个访问，其实我对 Miu 的印象就是她是个非常乐观的女生，然后随时都保持着笑容。然后其实我们也算是同门的，然后就很多工作场合都会遇到她，所以其实昨天听到消息是非常的错愕，也有点不太敢相信，因为一切都发生太突然了。这几年比较没有机会见到面，对她，大家工作因为其实也少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。才会突然看到消息，想说怎么会这么突然这样？对啊。但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身体。